新植物刺菇，这啥呀？这是啊！别搞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庄，欢迎来到老庄整活频道。仙人掌能净素，能速刷，刺还特别多。磁力菇可以吸取铁铜，而且还是黑暗 BOSS 的克星。那么，如果他们结合一下，技能会是怎么样的呢？欢迎大家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，写得好的，我一定给你点赞置顶。我们直接听歌看戏，看一看他厉不厉害。好嘞，最后呢，合成完就是这个样子啦。那感谢大家的陪伴，下期我们接着整活，拜拜。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